自从那里来讲，想要说口而难开，相信我不是真正的心中最适当。总言之，一句话，我说不一样，它就是不一样。真的还是假的？谢谢，给他们鼓励一下吧，他们一直在换衣服，哇，这些美丽可爱的舞蹈，啊，再来，好，那个，其实有内行的朋友就会发现，我有可能会再唱，因为。因为我那个还没拿回来嘛，是不是不是，因为我以前就是这样大方，所以现在一直在台上唱歌。秦香林早就给你拿回来了，我跟你讲啊，不还给我，我下来跟你求咯。我唱一个慢歌哈，你看嘛，我在台上如果去别的地方这样不好看嘛，好不好？没关系哈，我唱慢歌，我会走下来，然后我看着你，我牵着你的手，我看你好不好意思。邓丽君一首好听的歌，
谢谢，Thank you， 很少唱慢歌，谢谢你们的鼓励，谢谢。